经上帝的记载新约圣经罗马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，三十八节，伊行时，耶稣伫一个休息，有一个妇人名马太，即个伊伫伊的厝，伊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，坐伫主的脚下来听伊的话。马太因为即个因代志多，心忙，就问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姊妹放我家己得亡，你无要紧吗？就甲伊来斩我。那是主因讲：马太啊，马太啊，你为着济济代志挂虑混杂，那是所欠的呢是一项哪点？因为玛利亚已经领着好的婚礼，就是为予伊唱一个，愿上帝赏赐听谈伊的话人，愿阳光甲落落伫伊生命。啊，这是咱要来读经句，伫咱就无遮个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啊，头啊，要来读大意的部分，第十章四十节，那是所欠的，是他拿的。你玛利亚已经领着好婚礼，就是为了伊手里的啊，怀疑的部分啊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